是千鸟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是一天一星星的红彩六号情境拟真训练。今天要过的是用 smoke 的毒气杀死两个敌人。原来这个是这样用，左下角那个符号可以贴在墙上。我先帮自己做一个可爱的角落，让我可以窝在这。门也封一下好了，时间要来不及了。上次敌人从那边来的，我在那边贴个毒气。Op 4 has visual on the hostage. Hostage took down the hostage. 把我人质打死了。啊，我干嘛把他杀掉啊？都喷毒气了，说。哎呀，我又把他打死，我在干嘛？哎，死了。来来，救我的人质，我人质快不行了。敌人来了！去把毒气！吃我的毒气！没中啊！哇，他从这边！我还好活下来了。Reinforce the area. Hostiles regrouping. 补补看，毒气应该也是不能补。哎，可以补门板。不过，好了，装一下好了，让我的小角落变得更大一点。小角落升级。Hostiles approaching.接下来第二波不知道从哪里来，这边是吗？这是什么啊？意义不明的小炸弹，没有炸死。Op 4 has a 20 on the hostage. Hostage down. Hit fire. 赏你一个。Three hostiles remaining. Oh, 毒死，毒死。Failed. All friendlies were eliminated. 毒死的时候我也死了。我这样应该算过关吧？耶！啊，是杀死一名哦，我以为是两名哎，记错了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们的第二颗星，用 smoke 的毒气杀死一个敌人。喜欢的话别忘了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新的影片跟直播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